什么是爱情？一瞬间的心动，一夜的陪伴，一年的等待，一辈子的承诺，还是为了那一瞬间的心动，心甘情愿的陪伴，后来无尽的等待，只因那句没有把握的承诺。人生的路或远或迷茫，人在路上，个人所得，个人体会，别人的精彩自己完全不能参与，别人的心情自己不能掌控，我们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直都是。所以既然天意已定，无论喜悲自己感受，相信一切有因自有果，不追不求。